董事长在吗？在。要我去通报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。董事长，罗女士，您来了。孙先生出了意外，相信您也听说了。我听说了。这里有一封他的亲笔信，上面有他对我的承诺，您过目下。明白。罗女士打算什么时候办理？我希望尽快办理，越快越好。不过股权变更，这要罗女士提出申请，准备好相关的材料，还需要上报董事会。我想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办手续，这样行吗？宋秘书，董事长，你把公司的法律文件拿给罗女士看一下，顺便指导罗女士填写一下股权变更申请表。好的。我说了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古金华，想走？不拿走？你要干什么？害死我老公！我今天要跟你拼命！你知道吗？宋秘书。我丈夫，谁害死你丈夫？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就是你，就是你害死我丈夫，你跟他苟且，还勾引外面的野男人，谋财害命，现在又骗到公司来了。你这话可不是你说了就算数。董事长，这也是个骗子，他是杀人犯，你赶紧找人来把他抓走。董事长，你可给我做主啊！你们都给我冷静点，我这不是法院，不是公安局，你们要抓犯人，要抓杀人犯，到那边去理论去，不要在我这里。我这是办公室，是办公做生意的地方。董事长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了，他是惦记我老公的股份。我没有惦记你丈夫的股份，这是他许给我的股份。对不起啊，孙太太，你没有管好自己的丈夫，让他出去偷情。偷情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懂不懂？孙先生是个很懂事的人，他早早就给我写好了字据，把他部分的股权划给了我，这也是他风流的成本，您说是不是？孙太太，你没有管好孙先生的教训，你们自个儿慢慢去汲取呗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哎，别骂人，别说不出个理来就骂人啊！孙先生给我的字据，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，还扣有私人印章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符合法律效率的。所以，你骂人也没用，生气也没用。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你跟孙先生说去。董事长，现在老孙尸骨未寒，你可不能把他的股份就还给这个女人。你，他手里有孙邦强亲笔签名的文件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孙邦强是有权利处理他自己的股份的。听见了吧，孙太太，我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，也符合公司规定。您生气也没用，骂人也没用，也没办法反对的。你。不好意思，这手续我改天再来办。哎，你别走，吴金华，你别走。夫人，吴金华，姓罗的，你害死我丈夫，骗走我们家财产，我这辈子跟你没完。小薇啊，情况怎么样？七号院，他失踪以后再没有消息。啊，他去了公园，一个人去的。他在公园遇到了一个卫生局的同事，
他说他下午去了医院，那位大夫没上班，他到公园散散心。哼，廉价的谎言。就这样，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小薇啊，把你那边安排一下，马上回来，我要开个会。这两天比较热闹啊，在我们正常侦查工作之外，出现了几件事情。特务在东来顺饭馆开枪，孙邦强一夜之间死于非命。此前此后，罗静华、朱旭先后离开我们的视线，然后又突然出现。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了什么？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分析，对我们侦查工作做一下总结。思阳的情况怎么样？联系不上他，和廖科长通电话，廖科长说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小伟，到，你到东城分局去一趟，跟他们说明一下，要提高孙邦强案子的保密等级，无论案子涉及到谁，暂时不要抓人。明白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队长，你是不是要我和你一起去天津？动脑子了。不过这次不是单独派你去天津，我也过去，和孙局长他们布置一下，彻底解决周末团伙。你认为周末回天津了？对，北京不是他的阵地，四阳提醒过我，北京出事儿，根子在天津，不安全因素也来自天津，所以我不得不考虑把消灭周末团伙的任务提到前面来。深更半夜的到我们天津来，你够忙的你啊，你日理万机呀。 哎呀，老孙呐，你就别挖苦我了，你一天到晚的折腾我，我说几句牢骚话怎么了？我折腾你，你怎么不说我来帮你的呢？你帮我？嗯，你呀，啊，哪次你和我见面不弄得我鸡飞狗跳的？那你这次鸡和狗就一块打，成了吧？坐啊坐。孙敏，坐呀。我这里可不是催阎王的阎王殿，没这么多规矩。坐。是。哎呀，我说老孙呐，你这怨气发够了吧？该我说两句了吧？你打一见面，你话就没断过。我这次来呀，是为了陈思阳的事儿。一点不错。你看，我先把陈思阳派过来，现在呢，我又亲自跟过来。孙局长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们是来还旧账的。是吗？当然了，这次我来啊，是配合孙局长完成四阳上次没有完成的任务。说的是真好听啊你啊。说得好，这次对周末团伙务求全歼，一网打尽。在阁下没驾到之前，我已经派廖科长专门恭候了。我们在马场道、自由道、西关大街、老城里西火车站都设了点儿。哎呀，我动作不算慢吧？崔队长，你还有什么指示？我这里恭候了。这都转了三天了，这家伙毫无动静。不应该啊，我们跑了几个地方，不应该没他的眼线。是不是周末接连挨了几下打，学乖了？周末去过北京，我这么快就来天津了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是不是我安排的急了点儿？应该没问题。他在北京打了你，你回来找他算账，符合逻辑。三妮情况怎么样了？哼，正在认真执行你布置的任务。放心吧，我派小周跟大赵跟着他呢，咱这边都没情况，他那边更不会有事儿。
怎么了？不放心呐？不放心，我把他调过来。别闹，我说不放心了吗？喂，稍等，廖科长。晚安。哦，好。你的头来了，是吗？让你有时间过去的。哦，我知道。咱们呀，还得商量一下明天的行动路线。就这烧饼铺，之前这小特务就在这儿盯着我。我说这地儿，周末他们不会再来了，我也不住这儿了，来了也是白跑。这是我们队长安排的。那好，我服从命令。要不你俩先隐蔽一下，我这都回来了，我去看看邻居去，不长，十分钟就回来。嘛吃的？他们在什么地方绑的三尖儿？在您家老院子门前。子阳，你要去哪儿？廖科长，你别跟着我，你们谁也别跟着我。子阳，廖科长，咱们怎么办？陈思阳这是要干嘛？干嘛干嘛？你说干嘛？我这脸都让他们给丢尽了，我是给他有保证的。听我安排，马上检查枪支，给我带足子弹，十分钟后出发。是，嘿。老曹，凳子我借用一下，回头还你。啊，用吧用吧，干明儿你反回来，大家还是好邻居。陈思阳吗？是。有人叫我给你送一封信。还有信呢。电话号码我都写上面了，谁让你来了，你把信交给谁？还不走？你还没有给我钱呢。叔叔，你咬牙干什么？你牙疼吗？啊，没有，我牙痒。够吗？够了，谢谢。等等。帮我打开吗？谢谢。
廖科长，陈思阳在搞什么鬼？不知道。要不要跟踪那个小孩？不要跟踪。通知大家，撤。老崔，我有思想准备。我知道，从我回天津的这一刻起，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。我知道斗争是残酷的。哎，这件事怪我，这不怪你，是我大意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和周末有个约定，不管我俩闹到什么程度，都不准伤害对方的女人。可我疏忽了，周末的夫人死了，我应该料到了，他会对三妮动手的。我们还是研究一下营救三妮的方案吧。崔队长，廖科长，这件事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来做决定呢？你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，我们大家在一起研究研究。我仔细想了一遍，三妮暂时应该没有危险。崔队长，有些情况我没跟你说过，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和周末的关系很微妙，骨子里是对头，就算我不是共产党，我们俩也会成为对头。可三妮和周夫人的关系却非常好，这很奇怪吧？嗯，不奇怪。周夫人生孩子难产，当时我和周末都在外边执行任务去了，是三妮为她接的生，可以说三妮救了他们母女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想，周末暂时不会为难三妮，他抓三妮无非就为了对付我。他抓三妮已经到了孤注一掷，和我决一死战。我不希望制定任何营救方案。老崔，你对我和我家人的关系，我很感激，心里话。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，不要任何营救方案，也不要施救。你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刺激周末，免得三妮受伤害。我有这个顾虑，我们动手，三妮会更危险。现在还不是营救三妮的时候，三妮在周末手上，按照周末的逻辑，这是他的一个筹码。他已经做好充分准备，如果我跟着他转，他就会主动；如果我不跟着他转，三妮反而会成他的包袱。这对我们消灭周末特务组织，反而提供了机会。他有他的打法，我们就要有我们的打法。他越着急，我们越不着急。他越认为我们会马上出击，我们反而不出击，这样他就会纳闷，他会闹不明白。等他真正着急的时候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我觉得思阳说的也有道理。好，就按你的意见吧。廖科长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和思阳一直配合得很默契，我懂他的意思。不过，你和周末怎么联系？我把这的电话号码通过那个男孩转给他，他会找到这里，他会知道这里，但他可能不敢来。他知道这是我的地盘，下棋他没有多少胜算。老崔，你不要为我的事儿在这耽搁了，你和苏敏回去，那边的任务更重要。你放心，这边有我们，有孙局长、廖科长，还有我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老伙计，咱们就不用兜圈子了。周末，我这人从来不兜圈子，有话直说。淑珍的姐，你媳妇就在我身边，要不要跟她说句话？你不守规则，当初我们怎么定的规矩？你还问我？是谁先抓了我老婆？你先杀的我娘。说这些就没意思了。我已经让淑珍到你那边去了，是你开枪打死的淑珍，你混蛋！哎，周末，你说话你干嘛骂人呢？你打死了淑珍，你心里难受，你不能拿陈思阳出气儿啊！你闭嘴！男人的事你少掺和。周末，你不应该那样对待三妮儿。我连绑都没绑着她，好端端的坐在那儿，要不让三妮儿跟你说句话啊？别过来，他们为俺好心。三妮儿，三妮儿。
忘了吗？三妮儿好好的，说话还挺有劲儿。周末，你必须要善待三妮儿，这是咱们谈判的前提，你听懂了吗？陈思阳，你还有跟我谈判的权利吗？你想救三妮儿，就像爷们儿，这是我们的战争，千万别让三妮儿当你的牺牲品。你少来要挟我。那你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条件就一个，拿你的命换三妮儿的命。可以，只要你把三妮儿放了，我的命你随便拿去。你当我三岁小孩吗？这是个大男人的话，说话算数。好，那就照我说的做。明天你一个人步行到西关大街，然后走到西马路，沿着南门走到南门外大街，再走到李七庄，别带任何人。可以。那三妮儿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人？你到李七庄，我就放人。我不会相信你的话，你要给我一个承诺。哼，陈思阳，你还跟我谈条件？你有资格？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承诺，否则我不会相信你，听明白了吗？好，你要什么承诺？这样，把你的报务员送到西关大街，我在那儿等他，然后我们在李七庄见，你教人，我教人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让我的报务员到李七庄。哎，思阳，你不能过来，不能上他们的当啊！别上他们的当！闭嘴！陈思阳，你听好了，像爷们儿，照我说的做，听见了没有？思阳，我走了，你不能过来。思阳，我走了。注意，拦住他。你现在就是去找他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嘛地方啊。会找到他。思阳，我的好兄弟，你等等我行吗？我现在马上回局里，立马调兵，我搜查所有的医院。天黑之前，我给你消息。告诉你，三妮儿是死是活，这还不行吗？陈思阳，三妮儿她跳楼了，这是你逼的，这是你逼的。周末，这笔账我一定要给你偿还的，我要打碎你的脑袋。陈思阳，你先别激动，三妮儿她没事，只是受了伤。我给他请了大夫，他的情况我会随时打电话告诉你，咱们的事回头再算。我先去看看三妮儿。是周末的电话，三妮儿没死，那我也饶不了。帮我打电话给陈思阳，告诉他三妮儿住院的消息。你再帮我做两个假现场，
张离的手下扮成三爹缠着纱布，骗他出来。只要陈思阳一出现，不惜代价，干掉他。是。老板，为什么咱们要做两个假的县城？你真是没脑子。陈思阳哪那么容易就上当了？两个不够，就给我搞第三个、第五个，直到把陈思阳骗出来为止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周老板，北京独立台转来老家的电报。司令见面。北戴河什么时候来了个老虎？电报上就是这么写的。这命运来的真不是时候。老板，我觉得您盼望的时候到了，这也是老家对您的信任。您想想，上次您不是发电给局座，请求他们给我们将功折罪的机会吗？我要的是立足天津。杨司令，我哪认识？老板，独立台还转了一份电报，用的是我们和他的专用。明白了。局座的意思是，要我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。那是一群土匪。所以任命暂缓一步。这次的行动是要在共党列车回来的时候干掉他，代号“天龙行动”。这总指挥非我莫属。老板，老家还是看重您的。那当然。您还是服从命令吧。我当然服从命令。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。老家等着您的回电。你请独立台转告老家，我坚决服从命令，即刻动身前往北戴河。你也让他告诉毛老板，请他放心，我绝对尽忠职守，竭尽全力为党国立功。三娇在心理医院，我们动手吧。这个情报是假的。不会，我已经派人摸了底。那也不会是真的。周末办事，总要放几只鸽子，轻易不会出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和他比的是耐心，谁沉得住气，主动权就在谁手里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真不着急还是假不着急？不着急是假的呀。可我们不能出击，我就是要和他磨，看谁磨过谁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？我不等。大刘小赵，到到，跟我出击一趟。你要干嘛去？练练手，为营救残疾人做准备。好吧。您放心，我们帮您看着他。有情况赶紧给我汇报。是，快去。嘱咐你的事情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不能处决党国叛徒是我的遗憾，但军令不可违，陈思阳的处决令就交给你了。是，我很荣幸。我这趟出门时间不会短，天津的事情交给你处理。您放心，我会把这儿的局面处理得干干净净。干干净净，不留后患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思阳，嗯，孙局长要你过去一趟。现在吗？嗯。
我们有行动啊。孙局长要你马上过去，北京有命令。你们俩在这待命，等我回来。那你得快点回来。我不回来，你们不准行动啊！放心吧，我们知道怎么做。见不得，大哥，你说陈四阳他也真神了，他怎么知道我们派出去的三妮儿都是假的呀？大哥，你已经连续丢掉三个弟兄的性命了，您赶紧想想办法，不能再让弟兄们白白丢掉性命了。就是啊，大哥，老板有令，让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杀掉陈子阳。大哥，老板要是在，眼看着连丢了三个弟兄的性命，也不会这样干了。大哥，这事儿你可得为大家伙做主啊。不用假的，把陈三娘的消息给我放出去。可是大哥，这样行吗？什么行不行的？他三娘的命是命，弟兄们的命就不是命了。要是老板，什么老板？老板临走时已经托付给我，天津的事由我做主。是，我们听大哥的。明天我去罗布特医院，亲自安排一下。明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医院里头的医生、护士。秦大爷，记住，把眼睛都擦亮了。只要有可疑的人员进入，无论对错，可杀不了。是。思阳，你马上动身去一趟北戴河，一分钟也不能耽搁，这是北京的命令。是。哎，可是，你是不是担心三妮儿啊？啊，天津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把一个活蹦乱跳、全虚全伪的三妮儿交在你手上。啊，我不是不放心，你就是不放心。孙局长，和周末斗殴有经验，我能知道他会想什么。我真的不是不放心。我又绕回来了。思阳啊，你就别绕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四个字儿，以静制动，不要贸然出击。这几次呀，我们把周末折腾得够呛，那个老鬼恐怕都睡不好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慢下来，最好是，不管那边放什么消息，我们都按兵不动，等着我回来。行，我们把周末给你留着。哎，你这样的话，三妮的安全会有问题？不会的，周末只要没除掉我，三妮就不会有事儿。你就放心的去吧，我们等着你回来。行，那就按你的方案办。局长，那咱们一言为定了啊。一言为定。喂一个，喂一个，来吃一个。吃，你吃。好好好。杨司令，我召回去来跟你见面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就是周老板？您就是杨红，杨司令，没错吧？老家的命令上，让你几点几分到达北戴河呀？2月3号中午12:12:08。对，是周老板。欢迎，欢迎啊！请坐吧。这位是上茶。这是我的副司令翠儿。周先生，不是我不懂礼貌啊，这共产党神出鬼没的，我不能不防。没关系，你也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。事不宜迟，我就不客套了，请杨司令汇报一下天龙行动准备情况。
是有什么误会？什么误会？难道杨司令没有收到老家的命令？啊，老家的命令我接到了。那是通过独立台过来的。那就没问题了。老家派我来这里担任天龙行动总指挥。哎呀，看起来周先生真的是误会了。算了，你去把独立台转过来那份电报给周先生拿过来。老家的命令，这次天龙行动由我担任总指挥。周先生到这儿来，不过是来配合行动罢了啊。这个还需要跟独立台副电核实一下。怎么？周老板对这份电报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当然了，我这儿还有几份电报啊，其中有一份就说到你在天津的失败，上头让我引以为教训啊。当然了，大家都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嘛。既然周先生都成了反面教材了，那也是为了党国的事业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吧。那是，那是。怎么样，三妮儿，腿好些了没有？还有没感觉吗？是不是神经麻痹了？这么吧，我再想想办法，好吧？老崔，臭小子，你终于来了，吓死你了！孙敏同志，你好。欢迎你来我们北大。哟，这怎么成你们北大？是我们北大。走，给南江哥，走吧。哎，你拿不动。哎呦，哎呦，陈思阳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怎么那么沉啊？你又把你听你的家务事带来了？是啊，我不知执行什么任务，带来备用嘛，万一用上。走吧，走。大哥，这消息都放出去两天了。动静都没有。是啊，这陈思阳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？我有点怕。怕什么？周围这么安静，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别这么慌慌张张，给我盯紧点。是是，我们听大哥您的。你也得体恤体恤弟兄们，好吧，把大家先撤下，把外围给我盯紧了。我倒要看看陈思阳想捣什么鬼。我们的监听站接获了台湾发给0778的密码电报，并进行了破译。敌人的嗅觉很灵敏，我们这次面对的是新对手，目标还是针对列车，我们只剩下三天了。这次敌人的行动，代号叫天龙行动。上次叫天籁。嘘。根据上级领导的分析，敌人是要狗急跳墙，孤注一掷。从电报上来看，
毛人凤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，他要派特派员来督战。思阳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毛人凤要派人过来，我让你来干什么，你知道了吧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让我帮你对付他们派来的特派员。毛人凤派来的人肯定是你原来那条线上的，他们的情况你熟悉，我让你干什么不用我再交代了吧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我听了有点别扭。又怎么了？什么叫我那条线上的人？哟，还真叫这儿啊？好，算我口误。我们这次来啊是一个组，要配合地方通知工作。好，我再重申一遍纪律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。明白。